现在这个社会，什么事情每天都在发生。我这次的词不再是修饰它，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，不要去绕圈圈。觉得说哦，如果你写得太直白、太露骨，大家可能会反应会不好，所以不管，管就写。是很直白的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。